系等埋呢匹马啫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三场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赛事，准备十二号大热26蚊，十一号75蚊啊！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世界都是慢啲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讲有威龙啊，咁啊再见到咧好多马抢，内栏火成风啦，外边玉成宝贝，出边女英公爵，大外档创出商机啊！咁啊跟住个大约第六位白衫就是金枪侠啊，内栏位置咧仲有呢只喜迎风啊！咁再后面有实在威世界都市春二人而尾三尾二胜在王啊，咁暂时包尾荷兰风车，转紧弯中间前面创出商机大，女英公爵第二位，玉成宝贝第三，咁再见到外面讲有威龙啦，白衫和帽第五位，中间仲有金枪侠啊，再后面有火城风啦，咁中间世界都市啦，出面位置就系春二人然啊，咁再后面尾四橙衫实在威，尾三胜在王，后啲先有荷兰风车嗰啲马，入正在直路前面透出嘅马，见到中档位置金枪侠白衫嘅，埋边浅蓝衫有女英公爵，咁再见到后面世界都市粉红衫亦都追紧上嚟，大外档胜在王嘭嘭声上紧啊，最后百零米埋边系女英公爵，外边咧就系胜在王，中间夹住仲有呢个金枪侠，最后五十米到啦，外边胜在王已经冚咗上嚟，都好有机会赢出呢场头马啦。跑第二名女英公爵，第三名金枪侠，第四名系呢只玉成宝贝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。12号呢只胜在王 2.6 倍嘅热门呢，咁都喺留喺后面嘅位置，转弯揈出去外面呢，咁杀晒赢得，其实个姿态好轻松啊。女英公爵1000转1000而跑第二，金枪侠有飞到第三，玉成宝贝第四。虽然就输咗只日月光华麒麟组合，咁但係呢只冇转路程赢啦，26蚊啊。女英公爵都好积极克服个外档啊，跑返个第二啦，金枪侠第三，第四就是玉成宝贝啊，人会都真的要落力啲啊！四搭十二嘅连赢位，11倍嘅，只马都好拗搞，其实都好轻松啊！呢、这个胜在王啊，沿途都喺后面嚟嘅，三几个箭步已经过晒噶啦。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12号嘅胜在王独赢派26蚊，位置派12蚊，跑第二名4号女英公爵，位置派22.5，跑第三名11号金枪侠，位置派23.5，连赢位四搭十二派119.5，三名彩12号、4号、11号派1067蚊，单贴派293蚊，位置 Q 四搭十二派47.5，十一搭十二派41蚊，四搭十一派110蚊，跑第四名系5号嘅玉成宝贝。胜在王保重输个短头大幅落飞，上次啡格咁样嘅情况，60几倍落到27倍开跑，咁结果啊仅仅输俾威百里啦。今日就升班咩轻榜用下女神啊，保重翻啦，大热取胜，亦都好硬净啲飞数。临尾落好多飞嘅蒋嘉琪嘅坐骑11号嘅金枪侠咧，咁都跑得唔错啊，呢度都有个第三。力压住啦，即系都追得几好嗰只玉成宝贝啊，初出马。嗰只得个大步喺度揽下揽下啦，冇乜势嘅啦，上嚟都。同埋都仲系即系初出啦，个可能个状态个方味系话特别好好。个四连马就派1860蚊，四重彩派22757蚊。莫雷拉咁啊，赢翻场先。阵间叶楚航都仲有只神朗摆下擂台啊！咁呢只马亦都系今季做得好好，即系唔系话上次跑第二好啦，其实佢跑第七嗰场都跑得好好啊！佢肯加程咪得咯，你睇下上季跑咩路程啦，系咪？摆通明喺度等嘅，睇下可唔可以起翻个孖宝啊？四个开，阵间睇牌都未必有噶啦。好啦，女神头嗰几场其实都系几只热门嚟嘅，摩连奴啊跑得好啦，咁啊日月光华就失望啲，咁呢只胜在王咧赢啦。下一场其实佢嘅胜利精彩咧，都嗰啲五班换雷神嗰啲马咧，今季嘅成功率都好犀利嘅，齐齐欢欣啊、路路发啊嗰啲啊。睇一场雷影片。
一起步啊，两只马慢啲嘅，咁啊嗰只起迎风就慢咗啦。世界都是停跳跳，咁啊喺咗后面嚟噶啦。前面走我哋见到咧，中间就系嗰只广有威龙啦，咁啊见到贴栏就系火城风啦，咁啊最出边亦都见到只玉成宝贝、女英公爵闯出商机都抢噶啦。咁啊睇翻大概第七位咧，先见翻起迎风上翻嚟，实在威走外搭喎吓，咁啊跟住然之后见翻就系世界都市入边啦，春意日然系中间嚟嘅，咁啊尾二嗰只咧好淡定啊，胜在王啊，包咗落尾咧就荷兰风车。实在威个形势都几曳啊！三四搭啊，一路啊，喺佢埋边嗰只就系头马嘅胜在王啦。佢翻嚟又唔系话真系完全冇啊，但系佢挞得好迟啊，实在威啊！而且呢个胜在王一摄咗佢个位，哇，埋出去添，系咯。嗱，最后佢又有上翻嚟嘅，唔系话咁有威胁咁解嘅，都一场比较水准低嘅四班千二呢一组，金枪侠都好似。的个牙由早出头咧吓，都系力短嘅马啦，翻嚟都顶翻个第三。你成日追佢嗰只唔系玉成宝贝，连第三都冇。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，位置 Q 四搭十二派47.5，十一搭十二派41蚊，四搭十一派110蚊，四连环派1860蚊。四重彩派22757蚊，孖宝二场二三场十二中奖派121蚊，二场二三场四安慰奖派44蚊。分段时间23:64:22.84，末段13:12，一中等嘅步速咯。总时间分09秒6，总时间就标准时间。